蠔影會創意積木模型展，欣賞大師級新蠔影會 LEGO 模型固然重要啦，但係喺新蠔天地流線影都好重要噶。除咗同 LEGO 影相之外，各位仲可以去到新蠔天地各個地方，喺四個唔同場景影翻張靚相留念添。快啲跟住我嚟啦！蝙蝠俠夜神飛馳是全球首個蝙蝠俠主題的 4D 多媒體飛行體驗，蝙蝠俠迷唔好錯過啦！Magic， 我而家就唔喺魔幻间呢一度班门弄斧啦。话晒呢度有知名魔术大师 Franz Harari 同埋其他国际魔术大师啊嘛。至臻华纳满分同乐园嘅漫画、卡通人物中间，我觉得我好似变翻小朋友咁啊！话到明呢度富荷里活风格，又点少得荷里活制作呢？选战风云有我最爱嘅毕比特、李安纳度，揀边个好呢？既然嚟到，梗系唔可以空手翻去啦。你仲可以喺呢一度免费印制你自己独一无二嘅专属巨星明信片，但系明信片列印服务只系去到8月31号，想替做你嘅巨星闪烁时刻就唔好错过啦。